南区的弟兄姊妹们，为众圣徒们参览诗篇九十篇，摩西94岁的时候，他的祷告完的节录，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愿神蒙赐福，愿神的怜悯，愿主赐福，叫我们永远蒙福，能像神人摩西一样活到120岁，并且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。好，南区为众圣徒们展览诗篇90篇，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唱一次，来。